老师，你呀、啊，怎样？我肚子饿。啊？肚子饿。我肚子饿，等一下中午我就吃饭啊。可是我等不下去。所以你家公司面包是不是？好啦，面包
上它的函数值它会趋近这个东西。来，你同学，这个符号你有学过吗？这个符号是什么？就是无限大的意思。好，同学，什么是无限大？就是黑暗大法师。还有谁啊？黑暗大法师啊。来，我先问你。挖哥，无限大同学是不是一个数字？无限大不是数字，无限大是一个概念，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概念。你要它多大，它就有多大，而且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对不对？好，就非常非常大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好，那我这边呢，简单的把这个图形这样同学结束啊。哎，笑什么？笑屁啊！奇怪啊，都要分享。来，接下来我来讲最后一个主题。好，我们最后来谈一个三角函数的转换哦。讲到这个东西哦，我要
要先来问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我在旁边写一个注啊，你写上去好，这个我直接问同学。来，第一个 A 三方加 B 三方，我要直接问哦。第二个 A 三方减 B 三方，这个从开始，这个分解之后的结果是多少？31号在哪里？来问 A 三方加 B 三方，这个展开，这个分解之后，高一上学期的经验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不太记得。好，那一号同学，直接就一开头来 ，A 三方加 B 三方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个 A 加 B， 然后后面是什么 ？A 平方。减 AB 再加 B 方，很好，好，来同学这样可以吗？来，那如果是 A 三方减 B 三方，来同学这个是谁？一样，来回答。符号相反，这里是 A 减 B， 来，那后面是什么 ？A 平方，然后怎样？加 AB 再加什么 ？B 的平方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，可能要麻烦你把它写在旁边哈、哦。这个是高一常学习，好、哦，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分解。哎，我很简单的讲一下，我今年暑假我有在高一的102班，我有上他的暑期衔接教材，然后我有讲这个公式哦，它是怎么分解出来的？那当然，它怎么分解出来，这个我们目前不谈，好、哦，就是说我们着重在最后的结果要怎么记下。他班有个女生很有趣，他说：“老师，补习班有教口诀，很妙，口诀哦。”他把这个东西背下。那当然也有其他同学，有些同学用口诀去背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口诀其实也不是很好记嘛、哦、那有一些同学他是这样记啊，我觉得高一的小朋友他想法也不错。他说：“老师，这个地方是加，所以这个是加，没错。这个地方减，这个就减，对不对？”好，然后他说呢？这里 a 乘 a 平方，所以这边会有个 a 三次方，所以这里有个 b 乘上这里的 b 平方，会出现 b 的三次方，对不对？但他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加，因为这个 b 乘 b 平方，这一定是加嘛，不会是减。如果是减的话，这里就应该会变成减。好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怎么知道中间这个符号会是减？会不会有道转是加？他说不好，因为如果中间这个是加，前面有两项，后面有三项，展开之后总共有六项，然后这六项里面有其中两项会长这个样子。这两边一定不会相等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减。这样展开之后，有正有负，中间有四项会消掉，你懂他意思吗？就是他是这样记的，然后他就记说这两个公式哦，只会有一个地方会有负号，所以这里有负号，这里有负号，那其他的部分都是这样。老师讲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老师他讲跟我差好不行。对啊，就 OK 啊，直接背不最快了。那比较难讲跟我差，随便，他就记下，好不好？他就没关系啊，上面讲的。还有学生记什么什么正负正，什么负正正，随便你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同学，另外加，这边你打在哈，另外这边这个展开之后应该变成 sin 的嘛 ，sin C 啊，接 cosin， 中间不太够，我写到下一行。老师插左边，不要插在中间。好。sin 西塔，接 cosine 西塔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一看，然后这里应该会出现谁 ？sin 平方，对，加上 sin 西塔乘 cosine 西塔，再加上 cosine 平方西塔。好，那当然同学你知道 ，sin 平方加 cosine 平方一定会等于一。然后在这个展开式里面，同学你也发现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 sin？再用很光明的光线。那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些东西呢？这个三角函数的转换，它是某一种题型。这个题型，我就跟你讲，在我们的考试里面啊，这个太常考了。这个平时考、段考，我都猜测，这一定会考。这个应该是一个三个站的问题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基本而且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旁边呢？我来画一个小小的图形，说明一下他的想法。来，
效，也就是一个比喻而已。那这个不能好吗？对啊。好，上次的比喻就怪怪。不会啊。来 ，A 哦。什么？有变态的怀疑。什么？这种考试的题型哦，哎，小 C 怎么样？这种考试的题型有时候它是这样，它题目会告诉你 sin 西塔加 cos 西塔是多少，它题目的条件可能会给你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问哦，他要问什么？他题目可能会问说，请问 sin 的三次方西塔减 cos 的三次方西塔，请问这个家伙它是多少？就是说这种题目，它。命题的方式哦，其实它有很多元化。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一种解题的策略，它可能给你 sin 加 cos， 然后它问你 sin 三方减 cos 三方，好，类似这样子。那通常这种题型的一种做法就是，你要先，所以你有搭过捷运吗？就捷运你知道，就比如说会有一个中央车站，你要先到这里去转车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通常你要透过一些策略去先把 sin 乘 cos 算出来。这种题目里面哦，通常你会很有机会会先要先知道这个家伙是谁，然后再从这个家伙再去进一步跟这个家伙，你可能从这里直接过来会有困难，我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先把这个找出来，然后再搭配其他条件把它算出来。万一数起来，他来打我，啊，譬如说你把我可以那样，塞西塔减 cos 西塔，对不对？他也有可能给你这个条件。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改用坐飞机的方式？直接看旁边的什么东西？你说不用坐飞机啊？你说看旁边的东西？没有，你转过去看他，你的班长可能会看，就是你们不知道。对，来这里写一个 sin 的四次方，加 cos 四次方的号，阿内娜，好，没事，是这样。我们举一个题目哦，这个题目我可以找同学上来做，我觉得我们班同学都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找同学上来做都可以，这题目会考，好，对比过来。来这边写一个例题，我们把这个例题讲完了，我们的笔记哦，就大概暂时好，可以先收走。来，我们的 C 卡，我们先讲清楚。它是一个对角，好，西塔是个对角，然后我已知的条件是 sin 的西塔减 cos 西塔等于二分之一，这是我已知的条件，然后我要求下面这三个小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先来求 sin 和 cos。来第二个问题，我要求 sin 西塔加 cos 西塔，来它是什么？来第三个问题，我们来求 sin 的三次方减掉 cos 的三次方，它又是什么？好。要注意哦，重点哦，基本，好，基本。那我现在可以开始找同学出来解这个题目吗？首先来，就给你看第一小题，给这个条件要得到这个东西，采的是什么策略？要把上面这个式子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平方啊！所以我们一定会采平方策略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平方哦，好，我们要采平方策略哦，两，我们两边把它平方，然后这个第一小题就可以算出来。哎，我们要抽签还是有没有人要自愿的？快点，自愿的加分哦，加一点没关系啊。快了，有没有人要抽？做哪个？做第一小题。好，我做。来直播一下，好，
怪，来书会写好写清楚哦。好。哎，还有这学期啊，那个像我去年啊，我们那一班那个基尔成绩啊，我觉得我普遍给的都太高了。好，所以我这学期我跟你说，这学期笔记的成绩，如果你只是把我黑板上写的东西都抄上去，我们就只有给到最多只给到一加，好不好？就说如果你只是那我们然后呢？那如果说你有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，你去整理一些，比如说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再写上去的话，对，老师你把它写了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难写啊，好，老师加这个，那我们谈这个笔记感觉 B 加只有大概七十，就大概只有七十几分，对啊，你至少 A 减或 A 或 A 加嘛，对不对？去年都每年都 B 加那里啊。对啊，老师的笔记抄的笔记，对，那个我还要那个什么去年就一家期末死掉了，不会，真的期末已经死了一堆了。哎，其他同学在下面写哦，你赶快先把你的写出来哈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史富伟哈，然后看一下他写的，来这边很快，来三边。这个平方嘛，赛平方策略，赛平方加口赛平方减掉两倍的赛乘口赛，啊，赛米加口赛米是一嘛，然后你把负两倍移过去，啊，这个四分之一移过来，一减四分之一是四分之三嘛，那把二除过来，所以一小于是八分之三，没有问题，好，这个八分之三 ，OK 的，好，这个等一下我登记一下哈，每个加分一次加一题，这个我今年有设一个加分的专区，就是那个加码。会是三道。老师，你是记在手掌上，那手掌买的就没了。啊，我没看。是的，这我等下回去再记在那个会议的录音上。来，第二小题，sin加 cos 要怎么？你们两个说说看。我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来，好，这机会多的是啊。来，第二小题作例。那第三题会用到那个分解。来，第三题这个有没有人要说？这一块有。直接用这个分解，然后把已知条件带入。来第三小题，你把这边擦掉，你这个中央擦掉。我写，你没写吗？不给我写吗？你写啊，你写啊，你把那个图擦掉，你写啊。你写啊，你写左边，我想写左边，可以插中间。重要句，不要笑我了。老师，他一年就带坏我。说嘞，我都没带坏。他说他纯洁，还蛮纯洁的。这个班上有些同学，就是如果对方不太熟，乍看之下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。比如说像正直啊，比如说像张凡啊，比如像庄耀军啊，哦，这看起来都很多力。啊，我看起来太强了。加 cos 它，
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写计算比例，这个步骤一定要写出来。sin 平方加 sin 加 cos 的平方，哈、哦，整个的平方是四分之七。同学 ，sin 加 cos， 你认为这个答案要写什么？要写正负二分之多少？根号七。你不可以只写二分之根号七哦，你要写正负二分之根号七。那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地方你后面要注记负的怎么样不合。那为什么负的会不合呢？因为题目有强调这件事情，是一卡是一个锐角，你这个东西计算你一定要写清楚。你如果没写清楚，这个部分我会扣分。我先讲清楚哦，为什么负的不合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没有讲锐角，这个负的有可能是合的，这个在将来有可能负的答案也要写上去。现在负的之所以不合，是因为题目有强调。西塔是什么角？西塔是锐角，题目有讲嘛，对不对？那西塔是锐角的话，那我们的 sin 是正的， cos 也是正的，两个正的加起来怎么可能是负的？对不对？所以负的不合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是二分之多少？根号七，好、哦，这一题答案是二分之根号七，要注意哦，好、哦，这是常犯的错误，这很正常，有的时候不小心，好、哦、会疏忽掉。那最后我们看洪少郎写的这个，就展开嘛。你看 ，sin 减 cos 等于 cos，sin 平方加 sin 减 cos 加 cos 平方。同学 ，sin 减 cos 是题目给的条件加二分之一 ，sin 平方加 cos 平方是一，然后 sin 减 cos 是一小于的答案叫八分之三，所以你把它乘起来，答案是六分之十一，很好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，这种是基本题哦。来，三号是师傅哎，不做你猜猜。谁要猜啊？来，四号。那个洪少长是十号的。哎，两分之一，两分之一。那为什么你不记得我？妈，他不是小一的，其他都是十号，好，顺便说。啊。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地方哦，这个东西，我们就。先讲到这里哈，因为我们班时间不是很够，我们班明天没有数学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样讲哈，同学你一定要好。那习题跟习作有类似题，有这种题目的类似题，请你回去自己做练习，回去自己做练习。那、啊、你如果不太还是不太熟的话，想要看清楚一点的说明哦，你去看我本人的那个粉丝图，好不好？上面有很多影片，好，我有讲的比较详细一点。来，好。加什么用的话